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 Leon。我是果果。好，今天有点冒风险啊，所以开场我们是蹲下来，避免被看到。今天进来的这个地方啊，它之前曾经有一个那个军中的那个，不知道是阿兵哥还是士官长，在这个地方哦往生。然后原因，就是没有一个公开的原因，然后我也是透过那个有一个网友，他说他之前在这边当兵，然后就是有听到里面的那个老士官长，然后比较资深的，平常可能聊天吃饭的时候，然后就是会去聊啦，因为像我之前也当过兵，一些资深的学长或者是士官长，他们有时候喜欢去讲一些军中以前的故事，哦，然后他也是因为这样子得知说这边曾经有发生过这样的事情。那时间距离其实也蛮久，甚至这一个算是哨所的地方，哦，这里算是哨长他们在住的一个寝室，还有士官长在住的，也已经荒废了。嗯，对，然后今天因为他也给我这样的资讯，我就带果果来，因为也是需要有人把风啊，这边其实有点冒险。然后待会我们带大家看一下，他整个这边已经是算没有窗户了，都破碎掉了。对，那我们等一下手电筒可能会开微光带大家看，那希望大家见谅。我都会听我爸讲，或是朋友会讲，所以对可能战哨啊，或是说从军的一些过程里面会有的这些场所，都会有一点，应该说是阴影吗？还是就是有一种可怕的地方这样子？嗯，因为大部分当过兵的人都喜欢讲在军中里面的事迹，对，或者是说是鬼故事，对，鬼故事，好。那为什么军中鬼故事多？其实是因为发生的事情多。嗯，然后但是实际的人家怎么过世，或是说，发生什么事，我们都不知道真正原因，因为很多都会被压下来。嗯。哦，各位可以看一下，我现在是开非常弱的光，然后我们刚才开场的这个地方，是他这一个哨所休息室，他的一个空间。你们看一下，感觉像是寝室，啊，然后它外面这边这个窗户其实都整个已经是破裂掉了。嗯，对，都破了。好，这应该是算那个之前的那种广播的，然后这里有两颗灯，对，这个写什么？人员。哦，未经许可不能进入啊。嗯。OK。这里还有一面镜子。墙壁都这样子。对啊。等一下哦，啊，这里有血啊。士官长哎。嗯。他有说非什么单位的人不能进入。嗯。对，左边这边会把他马赛克掉。你看，你看这顶。那这个就是草石，然后因为虽然观众感觉不到，但其实我在这边刚进来而已，整个真的很闷，我感觉好像吸不到空气那种感觉。然后我们又要很谨慎，因为附近其实还有可能有住人。嗯，
附近其实有住人的地方离这边蛮远的，只是担心我的灯光。对对对，发现对，因为这边平常是没有人会来的地方，所以如果看到有打灯的话，好，跟各位讲一下，我们刚才去的地方就是寝室。好，你们看，这边整个墙壁都已经剥落了，然后这里有一个是少长室，所以我刚才跟各位说，他这边就是那个哨所。当时听说好像是在这个哨所还是寝室的地方，就是有往生的事情。刚有声音哦？有。嗯，好，你们看都有人来喷漆啊。对啊，喷成这样。我来看一下，哇，画这是什么东西？翅膀。嗯。一些比较资深的观众应该都知道，像这种瓷砖的地板，也是历史很悠久。啊，对。都是要阿公阿嬷他们那个年代才会看到。嗯，老宅。对。这是玻璃吗？对啊，玻璃啊。是有人来清扫的吗？有可能。所以这边其实后来也是有一些不知情的废墟客，他们可能就是来这边拍拍照之类的。嗯，你们看，一些早期的柜子，这里可能是煮饭的地方。对啊，这边是属于那个就是哨所的那个休息寝室，所以其实空间并不大。对，所以我就是想说就简单带大家过来看一下，然后跟大家分享这个故事。这边是厕所。对，你们看这个画成这样，整个都红了。对啊，浴缸啊。以前这样子洗。嗯，就是用冲的。对，就是这边会有一池水，然后你就是用那个水槽下去舀水起来。哦。对对对。哇，你看这个窗户。空间真的蛮小的。对啊。不知道大家看的这个环境有什么感觉？哦，但是它里面这边，坦白说，其实那个压迫感是有的，因为空间其实也比较狭窄。另外要跟大家说，在它这个哨所旁边，它有一个那个防空洞，然后那个铁门现在还是上锁的，就是没有办法进去。就是当时这个哨所他们可能有顺便在管理那一个防空洞的地方。我刚才就是有发现，然后有把它拍摄记录下来，想说可以给大家看。所以它这一个位置这边，我在猜想，可能之前一并连那个防空洞都一起在管理。对，哎，等一下，等一下，等一下，有人，有人，有人。他在干嘛？不知道，自己一个人而已。
走了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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走，我们赶快出去，赶快出去。